个性相当幽默的露露出道多年，主持功力备受各界肯定，经常会在社群分享生活大小事的她，最近透过 IG 现实动态分享一段出国前发生的趣事。她晒出在机场的照片，发文表示到了机场之后才发现带到旧的报废护照，对此她当场直接原地崩溃，所有和她同行的团队也因此全部都要取消原本的班机，重新买机票。对此她笑亏自己真的很蠢，还晒出一张用文字遮住脸的独照，直呼自己真的智障到不行，同时还笑说自己真的差点被团队的其他成员在机场杀掉。最后她也谢谢好友紧急送来护照，并晒出顺利坐上飞机的照片，开心直呼历经千辛万苦，大家终于顺利坐上飞机啦。you